剩下40秒，我决定效法小雨的还愿了，我要看天花板。可是我都没听到心脏跳的声音，我听到我心脏了，都没听到哎、欸，我们都死了、啊，很多是身材好像西瓜。好久哦，像拿西瓜皮。哎，等一下啦！哎，哇 ，Aloha， 5秒，4秒，3秒，2秒，1秒。他们在这吗？他在哪？不在这里！哇！哇塞，好快哦！好猛！赌对了，哪里有哎？666，警车在哪吗？警车。你不是会有那个提示吗？不会啊，哪里有提示？不会不会，要自己找。白痴哦，胖子跑一下就累了啦。很合理啊。好慢哦。合理。人家鞋很厚吧？就是可以被多砍几下。就叫你少吃一点，多运动。不要再吃汉堡肉。我不知道路怎么走啦。不知道路怎么走，但我好像看到团团了啦。哎、欸，会不知道哦。不知道啊，还是因为是那个美女的特色，就是可以看到最后、嗯、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我刚刚美女的时候可以看到，就绿绿的就知道怎么走哦，啊，真假？哎呦，哎呦，每个角色的特色依靠美女，每个角色完全在乱走哎、欸，那、啊、胖子是要看到哎、欸，他是在边边，可能是边吃，看错了吧？你看你快点切有没有汉堡、啊？你就想办法走进去就对了。看可不可以吃一下爆冲？吃个哦那真的有吗？哦，所以真的可以吃汉堡，真的可以吃汉堡，好好笑啊！啊！要了要黄掉！哇，出去了！他就是可以被砍成两下，他可以撸了，好猛哦！我还没玩过这些嘞。其他还没玩过、欸，好恐怖哦！到学校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学校啊，学校啊，学校啊 ，High School， High School， 白痴哦，最恐怖的学校。为什么、啊？那我要偷唱厕所。就是那种恐怖游戏学校，超恐怖的、啊。所以才要去学校啊！而且最右边是 Subway 地下铁，都是那种留言返校咯啊！我音量没调啊，不然你再抖一次。再测试一次，那我再调大声一点点。啊哈哈，他自己那胖子吃那么多，就为了这一刻啊！扛刀啊！他那个书呆子好像真的没有技能哎、欸，他从头到尾只有第一格而已。没有没有，不是有些东西不是物品的啊。你像胖子，他可以被砍两下、嗯，那就是你看不出来、哦。就他一开始英文有介绍啦、嗯，只是就不一定懂。跨步。哦，对啊，不是啊。我哎、我那天动只有动到 YT 没有动到、哦、等一下为什么只有我跟哈基和小雨而且还是小雨是哇、哦、买了一些小雨的鬼好精神尖笑哎、欸好可爱哦尖笑哎、欸、回来了拿了一板哎、欸、这也太暗了吧嘿小雨你拿什么板刀板小刀板哦哎、欸、所以他这次是要拿什么太大了啦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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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教室咯收教室，这个好可怕、啊！这是谁啊？不会在教室里面吧？啊、不一定哦，搞不好在地下室，有可能在外面。哦、你们就是，哎、欸，小雨这次是那个鬼、欸，那个精神尖叫的那个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个哦，你都没在听。我没有尿尿回来，我在上厕所拍谁、哦？哦，团团你都没在听啦，哇、哦，超恐怖的啦！哦、我这是新雕像之类的。哦，这边其实很大哎、欸，会不会在这啊？发电机，而且这里是太暗了啦，就一定要开手电筒。有手电筒啊！喂，哦哦，我找到！哦，发电机，好好好，在边边，按住哦，按住哦，在中庭，按住。等一下，你们小雨有没有看到？在中庭？还没，我抓一下飞天螳螂。飞天螳螂啊！哎、欸，有哦 ，radio 感觉会在教室里之类的。其实它都是随机的、欸，它都是随机。这里好像厨房哦、啊。我觉得不知道，真的超大的。你那哪叫做厨房啊？啊，有人死在这里、欸。这样了。没有，他喝醉了。这边没东西。那你是要干嘛？找那个吗？对啊，手电筒感觉就要一直
按摩摩，没有这样摸，那没有，那是按摩。为什么听到开门声？给你卡了，给你卡了，给你卡了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，不要了，很可爱，不要，你早上哪里不要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去打篮球，去篮球室打，去练舞室打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出来，你不要出来啊！哪里？啊！胖子，你被看到了，胖子。哎哎。你刚刚是敲到铁啊！我敲到你是把我眼睛挖掉，是我只有一半红啊！挖眼睛，转角遇到很容易遇到鬼。而且这张图蛮恐怖的，我有开门声啊，然后一回头，是小雨，就是小雨，小雨，这是这一场还是下一场的？下一场，上一场的，到下一场了。要这是 Thank you for play 吧？对啊，下一场应该是随机的，这应该不是随机啦，随机啦，是啊，得了，得了，我有牌七，我有牌七，哦，啊，电锯哦，兄弟，哦，英文也运动员可以开门，运动员，哎呀，谁是大胖胖啊？开什么门？叫我要 stay alone， 他有就是锁住的门。他的音乐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恐怖啊？好紧张哦！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！那我不找啊，打电脑了。哈哈，哎，你那个打。哦，原来这个。那我来试试看有没有变大成波浪图，我好好卡字对吧？波浪图，波浪图，这个真的很像恐怖片的场景哎，超像的，我巨不死，自己也吓到啊！不然玩这游戏很恐怖，你的超级留言不会吓到我了啦，都有啊，有啊。啊！我要待在这里了，我不要离开了。我把自己关在这里了。白痴哦！拿平板的那个吧，拿电脑的那个是找玩家在哪里啊？对啊。那个了，电锯要怎么启动啊？左键按住不是吗？按住左键啊。就嗯。哎，这个哦。对对对，哎，还找到一个。我没有哎。哎，你找到了吗？拿了吗？哦，好，哪路头？那喵哈，你待在这，你待在这，我再去找。你认真？不然少一个啊，还是要另外两个找。我才刚找到一个。对啊，还是你们也要找到了。冲着我来呀！哎呦，我找到了！我们哎，没有发电机。啊？发电机？这声音不妙，这声音不妙。所以又找到一个油桶，没有，现在要找发电机。发电机感觉不会在室内耶。我也觉得。可是出不去外面。他刚刚在中庭。对，他在外面的地方。嗯。退去没有动到啊。好恐怖的啦，好恐怖、哦，而且还是哈气，好讨厌、哦。对啊。可以把它内建成一个西瓜脸啊。哎，怎么是他呀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死了啦！阿基，我团，不要！啊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队长，狂死啊！完蛋啦！我有在中庭哦。你说哈基守在中庭哦？不是我说那个发电机没有在中庭。嗯。啊？会在哪？我就刚走进来看到团团带着鬼冲怪，超恐怖。那我刚刚还有个画面是很好笑，是我跟团团看着哈基在追杰克，我们就对，超好笑。那个画面，你知道我刚刚被门卡住，我进不去。还有操场跟地下室，操场我们刚跟有经过没有看到。地下室这个有哪些吗？体育馆不是？好像在地下室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在地下室哦、喔，那你可以先从地下室借过一下嘛。你不可以手机、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的、啊。不是，我看到你让我看一下这里好不好？
你让我看看这角落有没有，好不好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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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上一场他在这里，对，上没有，那这场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都砍不死啊，死啊！你已经有在砍了。哇，喵喵喵哈，你有没有可以自残的东西啊？不要自残啊！又老哦，这里很大呢。喵哈，好怕！哇，找地下室嘛，找地下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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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找哈基吗？这里都没有，没有哈基在上面啊。亮亮的，他们说好像鬼的技能也不一样。是哦。嗯。我想把耳机拔掉。有没有？哈基，你这鬼有看到？那个吗？脚印吗？哇塞，厕所还有死人哦！就是红色斧头的鬼的，你是看脚印。Jason 会左边可以看看啊。Jason 会是看脚印这样。这里没有，这里不是，这里不是。有油桶。你这两扇门呢？可以开吗？不是这个啊，这个出这出不去。后面的那两个，后面那两个可以看一下，因为你要去地下室啊。不行，开不了。这也开不了。开不了。开了，你开了。我听到、啊、哦，这也不是，这也不是，这教室，教室啊、普通的教室。嗯。哪里呀、啊哦？所以哈基不能找脚印啊。对，没看到脚印。这好像很特别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他说我刚那个精神尖叫好像是会亮亮的。亮亮的，这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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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前面左边啊？啊，还是那次是听那个。心跳，听心跳，是前面有来过吗？这里其实我刚刚有浅浅晃了一下，没有，没有看到，看见没有？我在听听心跳声。我觉得这种场合，等一下喵哈，我一定会大叫，如果看到哈基的话，短脚之类的，然后就哪一个很要咬着吐司有没有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干嘛啦？有你看那个窗户上面，喝醉而已。然后这里走走看、啊，看有没有。这边有一些门，因为你一定要想办法到外面，发电机已经在外。嗯，不是真。嗯。不然二氧化碳那么。哇塞，太大了吧！从另外一边走过来。没有啊。哎呦。这一区块是不是没来过？欸、又绕回来了。有啊，我死在这边啊。我死在前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圈这样。死在前面。绕不掉。哇塞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视听教室，哇，视听教室哎、欸。对啊，视听，嗯。哎、哦、卡住了。你看，你在前面。压力山大、啊。因为发电机很大、啊，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。对啊，那边锁住了，锁住了。不舒服，转角被吓到。是啦，走这就对了，走这就对了。哇，这里教室，哎呦，这里好棒哦，真的好刺激哦。这里对啊，这张图超刺激的。这里真的是在绕圈圈哎。对啊，干嘛走回去？啊，你说走回去？走回去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啊，继续走啊，继续走。我已经迷失方向了。我其实也迷失了啦，其实。我这里之前有来过，馆门有开。嗯，还跟不在尿啊？有，你只能去男厕哦。他进去看到发电机吗？地下室啊。地下室在哪？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某个门。你是真的知道吗？真的、啊。哦，观众刚刚看到不是吗？你让他走回去啊！没有，刚刚。这个门啊，刚啊是啊，有看到东西，真的假的？移动的西瓜，我就后退了。抓死他！哥，我还想说我回去指引你，这边吗？抓死他！他跑掉了，他跑掉了，他跑掉了。好了，给你抓一下啦，不然大家都没得玩啊。不用抓，你反正也是十秒了。对，你要准备扫了。地下室到底在哪？太难找了吧？嗯，学校空间感会，这应该是最后逃跑的地方。对对对对，就是红灯，所以红灯的地方好像有两个还三个吧，一样是有两个。这里啊，这里有个地下室，这边呢，哎呀，哇，这张图真的有比刚刚难，真的。喵哈，我连续，我连续从很远的地方看两次哈，从很远地方跑过去，这关很容易那个迷失。对，因为都在室内啦，都在连鬼都会迷失的。
如果我当到鬼，我一定都找不到人，迷路迷到死，读那么久啊！他自己太开心了，繁星鬼，要死我！哎呦喂啊！这画面，哎呦，为什么是拿电锯？我想拿刀。